现在是晚上7点多，我刚刚从外面跑完行程，回到我们市府。最近教育局帮我们端出很多证件，像是营养午餐，或是代理教师全面聘请等等，他们最近非常辛苦，所以回到市府以后，我去教育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在加班，要特别慰劳他们一下，谢谢他们的辛苦。我们走吧。不知道他们吃完饭没有？我也还没，可以叫局长赞助宵夜。希望他们不要忙到吃宵夜的时间。像那个代理教师的全聘期，其实很多县市都可以聘。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就说大家都有需要。是西南啊，国小还这么多人留的，最近国小也很忙哦。端出不少好东西，你有没有成就感？有，有哈，我有，有了，这样就好啊，辛苦有代价了啊，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怎么样？这是不是走来看一看啊？啊，你怎么也还没有离开？你们也还在忙啊？啊？哦，那就好了，好感受，好感受，好。午餐，午餐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现在有两桌，对，我收到了。哈哈哈哈哈！啊，是吧？刚交完功课，所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很快就找到正件东西。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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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到了哈，好，谢谢谢谢，感谢玉静，感谢玉静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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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高中哥，高中哥，高中哥，我们昨天开会的时候，张天老师在那边报告，干嘛太晚了哈？高中哥一天晚了，最近也比较忙啊。好，我们端出好东西就自有代价了哈，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哦，你是怪不得，那没话讲。那局长早点下班好了。Thank you.
天那个市府卫生局被爆说要求高层要求基层呢是 Google 评论刷五星的好评。如果真的有媒体报道的这种现象，那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绝对不鼓励，甚至我们要跟我们的首长，如果真的有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要告诫说这种行为是不能够发生的。我们要让我们市民的支持绝对是靠我们的施政，而不是说在网络上面做这种事情。我2016年离开行政院以后6年半没有进行政院，今天回来有点回娘家的感觉，尤其陈建仁院长，我们郑文灿副市长给我们感觉更加强了这种回娘家的感觉，非常亲切。那么刚才也讲到，其实蒋万安市长提到这个生活圈的交通，那么侯友宜市长提到国土计划法实施的一些困扰，提到中央统筹分配款这些很多年没有修订，这些提出来以后，几乎每一位市长都有回想，发现说这个不是一个单一市的问题，而是一个跨县市的问题。那么也因为大家的回想，看到我们陈院长还有我们的郑副院长已经把他们当作非常优先的议题会来处理，我觉得这个让我们会对我们将来的互动方式有所期待。我想陈建仁院长在一开始院会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施政是不分蓝绿，那么绝对会让大家将来有超乎期待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良性的互动，会让我们全国的民众刮目相看，我们非常抱以非常高的期待。谢谢。